所有的菜最下饭的就是美和做的小炒肉，真的和别人不一样。其实这个菜非常简单，只要掌握这两点就可以。大家这边认真学啊！哎，你那边先去煮饭，要不然饭都不够吃了。五花肉洗好了就去皮，去皮的五花肉吃起来口感更好。切成薄片，锅烧了倒成辣椒，干炒一会儿，加入盐炒成断生就可以了。现在开始调汁，放生抽、蚝油、搅匀备用。放点糖花提鲜，锅烧热，放点油，倒入五花肉，给它炒得金黄色，把里面的油给它逼出来，这样口感更好。美和做菜真的没话说，大家还有什么笑话菜，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继续教他做。放入蒜头、生姜、小米椒，继续炒香，倒入青蒜，翻炒两下，倒入酱油，给它上色一下，倒入炒好的螺丝椒，炒出辣椒的香味，再倒入酱汁，翻炒均匀，装盘。这太下饭了。